这上一次有一个记者问我说：“哎呦，你拍戏拍这么久啊，你会不会对女主角发生感觉？”嗯，我不要讲说是我当事人，我能确定的就是跟我演戏的这些朋友们，真的会因为长久日久常聚在一起，因为你要拍戏，拍戏其实就拍出感情。从一大早五六点就到剧组，然后呢就一直待一整天到晚上，人有时候有夜戏又待到半夜两三点都有可能。因为拍戏花的时间很长嘛。等一下我们会请另外一个这个我们那个八点档住左边住右边的演员来谈一下这个到底会不会日久生情。但最重要的呢，我们今天先来看另外一则大头条。对，既然我们要拍戏有可能是日久生情，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则娱乐大头条。假戏真做，乔治小乔谱出双乔脸哦。我们要先看还是先欢迎他们？我们先欢迎好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绯闻的男女主角乔治人的小乔以及住左。先这两位，我要把当事人先请出来就好。好，欢迎张兆志还有小乔。说，把话说清楚，说、说。今天我看报纸，两位主持人好。干嘛装乖？两位主持人一来干嘛装乖？梦泽哥好，少伟宇少伟哥好，梦泽哥很高兴来上这个优质的综艺节目，对，不谈八卦的综艺节目。没错，但是我看到你这么有礼貌，就等于就是这不打自招啊。对，就通常一来就哎呦，怎么可能就？就我们卫戏宣传当然是一定要有礼貌嘛，对不对？我们所以我们在没有任何心虚的情况下，我们是对。那也聊一下怎么会有这种。对啊，假戏真做，而且还讲说什么胸前找什么慰藉，还什么东西的，没有大家有胸前找慰藉，这个我一定要讲啊，就是大家有看那个剪那个彭梦，就是广告的彭梦啊，就看到这个。就这样，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磨蹭啊。对，这个磨蹭久了，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讲说不会有感觉哦。我是在找那个人生的温暖啊，这样子啊，那找到了吗？找到了吗？还蛮温暖的，还蛮温暖的。表示这个是真的就对了。没有啦，那是剧情里面，他是一个曾经在参加过那个青少年拥抱大队，对。等一下，这什么大队？我也好想参加。有青少年拥抱大队就一直抱吗？就是说，他们因为要给大家身体上的那个安慰，就会这样抱抱抱抱。所以他看到我每次失忆的时候，你不要再帮他小，不要帮小乔讲话。小乔从头到尾，你那个表情就好像一部做错事情。说有没有？我代替孙总问你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孙总现在虽然不在台湾，但我们代替孙总问你。孙伟，你干嘛吃醋啊？我哪有吃醋？对他上一个是你哎。对啊，你反应蛮大的。对啊，他之前拍戏也是跟你。不是，我知道问题在谁，问题在小乔。对，小乔你要说出来。有拍的他都有传。我跟你讲，我的火气还没上来。是你的问题就对了。对，是你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啦，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拍跟这个剧组合作。伟忠哥还有所有的演员，所以大家对我当然就是比较照顾，因为是好。那不要讲第一次，不要，我先问他，以前合作过的，你有没有日久生情过？因为拍戏。那你要问你有没有、啊？我不管，你先讲。好，我问，因为你现在跟住所做的剧组是第一次合作，我问你以前合作过的，跟那个刘导那边，所以表示你跟王少伟拍的时候有没有动心过？没有，没有，先不要问这个，你先。你干嘛不敢提？你干嘛不敢提？你先回答我，你拍戏有没有可能日久生情？因为我观察这么久了，你觉得会不会日久生情？其实我觉得拍戏，我觉得难免，尤其是如果男女主角要拍爱情戏的时候，对，因为爱情戏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比如说你每天都相处在一起，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应该还好吧，欣赏了。欣赏好，现在就是你们做抉择的时候。欣赏谁？看这里，左手边是乔治，是现在正在进行戏的住左边，住右边，右手边是王子变青蛙。我跟你讲。你自己做决定。好，我跟你讲，我给你十秒，五秒钟就好，十秒太长，五秒。我觉得从头到尾，少宇你反应怎么大成这个样子、啊？你怎么了你？因为我平常觉得你蛮沉稳的、啊，你整个今天看到报纸，我发现我有震惊的感觉。对啊，你吃醋了。好，不要管我有没有吃醋，你至少要五秒钟一下。好，五秒钟让你选择。哎呦，左手边张兆志，右手边王少伟，对，好不好？来，五、四。3、2、1，请选择，请选择，没什么好讲啦。王少伟，没什么好讲啦，很明显呢、啊。王少伟，等一下，我有话要说，等一下，我有话要说，那你先讲为什么要选他，好不好？你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因为王少伟自己去人家家里看 DVD。对不对？他先的，三、
他看 DVD， 他没有怎么样，他只是纯粹看 DVD。各位，所以对，你看报道有写，他又没有过夜，他只有看 DVD。对，一个 DVD 两个多小时，你看他报纸写他两个多小时就出来了。对，所以对各位，其实呢，我的这。新闻只是借由这个新闻，在这个节目上让这两个人把心结打开而已，好不好？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我只是做一个影子。开玩笑，真的，大家都是朋友，是这样吗？那他现在要找你看 DVD， 你要不要？他的意思是问你说，你们两个真的是朋友吗？好，你回答许梦哲的问题。如果他现在再找你看 DVD。我可以要看 DVD 有什么关系？那我要不要先问过张超志？不用啊。确定？对啊。那他要找他看 DVD， 你 OK 吗？那要看你们要看哪一个片子。还要选片子就对了。对啊，你们看《冰原历险记》我是无所谓啦，对不对？但你不能看什么《极地长征》这种会哭的电影啊。没有，但是我跟你讲，由此证明真的拍戏一定会是。但其实拍戏真的有可能。其实不一定啦。我有啊，有。梦中的日久生情。对，不要讲我们。你有没有？有，不管是过去是或。